就不管你再怎么被打击、被打败，你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。我的存在。Gamma Face 无所畏惧，就像小猪开的潮牌店名称，他秉持无所畏惧的人生观。就算四月啊被前女友周扬青狠狠撕开渣男真面目，还是积极打拼事业，现身店里当人肉招牌，单看这成效。我是一个蟑螂，就是因为踩不死的感觉。是啦，就算店员比客人多，也吓不到小猪的，直接发挥时间管理大师 style， 把手机掏出来就对了。偶尔啊，晃到镜子前面，整理一头憔悴长发。转过来吧，拜托了。转过来吧，大哥。大概是听到狗仔的声声呼唤，罗志祥以关你屁事踢来场正面对决，在店里忙进忙出，上一秒拿计算机在柜台算业绩，看两位的反应是不是苦笑就不好说了，下一秒又吩咐员工打扫环境，拿出老板的高效率，哎呦，不愧是传说中的那个男人。我毕竟还是专家。娱乐动新闻，给大师一个 respect。 报道。